直接被卢俊祥给抄掉，前面一打一的机会，来看一下卢俊祥靠上去，左手直接吃掉了朱云豪。对你这球如果只是这样身体给他，哇！不过一开始让小白是守得相当好哦。前面卢俊祥接获队友传球，直接上篮得分。 卢俊祥跟博朗打单边，直接切进来，但是裁判看起来是给了一个进攻犯规，来回给博朗。卢俊祥底线的吊投，这个延续他第一节的火力啊，手感还是非常的好。对，卢俊祥。 这边要直接切到底啊，吃掉了小黑曾博玉，要为这场比赛来甩给了卢俊祥。这个三分的出手还是力道大了，但是又一次的进攻机会，最后卢俊祥到篮底下挑篮得分。对，这时候这两大就产生了很大的效果。比赛来到最后的三分钟以内了，卢俊祥的抛投得分，所以先交给。